其实我觉得营养最重要，因为可以治愈治早嘛，剩下的感觉都还好。然后营养同时可以升级你的角色，受教营养应该是要先讲，把升级取得它，说说。所以这些婆那样玩的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两千七，那个谁啊？上次不是在讲那个吗？欸，对对对，玄武符。欸，所以这个是最好的宝物，也就是说的城堡。可是他说是欸，可以合成堡。欸，对对对对对。哇，那城堡真的很稀有欸。今天重点就是继续主线哈。好，所以今天说讲那一个，我还是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主线这样子。哦，他合出来了，沧海青龙。